大明星呢，我觉得她是一个长得又漂亮，但是她很会搞笑的一个女艺人。她算是个美丽人妻哦。她在小时候的时候，我有跟她见过面。对对对，因为以前呢，我跟瓜哥有主持过节目嘛。是是是。然后呢，她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出国念书吧？还小吧？还小。哦。哎，宝叔，我什么水沟没拉？拉也没拉，我的老天爷，你也太开放了，太 open。所以我刚刚说了，她是我看过她最放得开的。你也太没有。你也太有心机了吧！人妻来你就来这种下猛药，没拉拉链，你是想为我们最后一个单元铺梗吗？没拉拉链在哪一招？哦，哎，这下猛药习惯就好，习惯就好。我相信观众朋友呢，对于。